金庸名著《倚天屠龙记》咁多年嚟不断被改编成电影，今年导演王晶都决定翻拍，男主角方面就定咗林峰演张无忌。早前《造型照》一出，唔少网民都嫌弃林峰嘅造型好老，话佢系高龄版张无忌，仲有人话佢个样可以演张无忌嘅爸爸。王晶琴晚喺微博开 live， 对于外界话林峰以高龄饰演张无忌呢件事，佢就话唔觉得林峰年纪大，因为张无忌出场就系30几岁，所以林峰年纪啱啱好。而女主角方面，小小一个一直都未有公布。有网民就提议话用邱淑贞嘅20岁女女沈月。王晶喺直播度回应话：我谂我都系用专业演员啦。